让导游更简单的跟我们的这个车上的人，或者是我们想要像这样办游戏的时候、活动的时候，可以怎么样让我们的什么跟大家更靠近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你法一爽就特地呢打造了一个新的游戏，它很简单，它用 LINE 就可以玩。所以请问大家有没有都在群组里面？有。好，等一下呢，很简单，我们这个题库知识包呢，完全就是考大家的对台湾的一些知识而已，还可以让你边学边玩。好，然后呢，最重要的是你如果答对了，我们还会有团康，还有一些奖励的活动。好，等一下进去呢，很简单，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反应。你进去之后登录的时候呢，你只要随便在匿名昵称的地方，你要打什么昵称，中文、英文都可以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，然后呢就会有题目。容易了解，而且也很容易答复，他心里会得到某一种满足。对，我很用心，我有用心听就会答对了。对，就是会有一点小动脑，然后反应之类的。对，一些，就比如说，他的特色，对，他生产的什么，比如说你们提到花还是什么，对，我觉得蛮有趣的，而且跟邻座也有互动。比较不会失智，这个游戏对。我们老人家很不错啊，秋叶长达在手上。